甜蜜教主王心凌一会甜美可爱，一时展露性感，原来都是为了即将发行的新专辑拍摄宣传照。王心凌还是不改可爱作风，童趣的把大象都往头上摆，再度发片。这次新专辑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？首播主打歌就叫做《年年年年》，是由王心凌自己写的词曲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至于大家也很期待看到她的新舞蹈吧，据说是一个字一个动作。拍摄宣传照当天，王心凌也是第一次看到舞步呢。一个字一个动作，一个字一个动作啊！干嘛还没练舞啊？我只有看到带子，干嘛还没有？完全没练。怎么办？凉拌。Cindy 看起来信心十足的样子，就期待他这次再让我们惊艳吧。奇娱乐台北报道。